再见。大家好，我是齐飞木总。いや、久しぶりの金馬賞に来られて本当に嬉しいです。いつも台湾の方々は温かく迎えてくれるので、本当に台湾に来るのがいつも楽しみで仕方ないです。はい、今日は最後まで楽しんでいければいいなと思っています。我都很开心可以再次来到金马奖，然后今天真的能够受邀，觉得非常开心，然后希望今天可以就是享受到最后一刻，谢谢大家。してる間に台湾の映画人の皆さんにも挨拶しました。どんな方に会いましたか？いや、全然会ってないですね今。さ、役所広司さんがいらっしゃったんで挨拶しようかと思ったら車が発進しちゃったんでできなかったです。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遇到，然后刚刚听说就是一所广司已经来了，可是我还没有机会跟他打招呼。对，等一下看有没有机会。谢谢。刚刚本来一开始就是今天在准备的时候还有一种就是惬意感呢，但是走到刚刚那个休息室的时候，就是看到入围者们，然后其实还是会被那个情绪给带起来，所以也 有一点紧张。哎，对，当然看到李安导演是最兴奋，刚刚 有在准备的时候有看到，然后我还有看到北野武导演，对，也蛮兴奋的。对，但等一下就是希望能够看到那个一所广司先生本人那样子。我知道，对，我会想要拍个照就好了，这样子不要太打扰他们。Hi, nice to meet you. 开心开心，对对对，还好今天有那个梳妆打扮，不是素颜跟他碰到面那样子。对，谢谢谢谢。